诉我，你是不是串通的暴发户，一起来整我？主公。算了，别说话，让我静静。哎，你妈坑爹了！主公，早日攻略七位忠臣，才能改变这个局面。而我，是唯一能帮你的人。你妹！我有的选择吗？主公淡定，明天早上麦城咖啡屋将会有位重要的人出现，说不定是你的忠臣。主公快去收了他。哟，除了写重口味小说，你还兼职做神棍啊？哼，臣被你攻略后，就决心燃烧自己，点亮主公了。为了帮主公换取绝密信息，臣不惜糟蹋自己的身体，去感知未来。停！啥玩意儿？你说的我一个标点符号都没听懂。这是祭酒，有预言的能力。What？ 你丫在逗我？祭酒绝不欺瞒主公。那你告诉我，下期双色球头奖号码是多少？主公，我一棵行走的摇钱树还不能满足你吗？我决定包你。现在起，我的钱就是你的，你不需要双色球。我去，请正常说话呀，亲。主公，祭酒的预言不可随便乱用哦。祭酒定要保住这不争气的残躯，因为祭酒只为你的天下而战。这霍爵逼是曹操的脑残粉，动不动就下跪，你是有灵活血统啊，亲？都吐血了，还你妈表个毛忠心啊？奇怪的是，虽然听不太懂，但为盟有种形容不出的感觉。算了算了，快起来吧，我相信你就是。啊，这是哪儿啊？怎么说不出话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你醒了？啊！你是谁？主公，我果然不该奢望你还记得。我是谁并不重要，你想救曹小蛮吗？小蛮怎么了？刚才你不是看到了吗？小蛮掉下悬崖，死了。你胡说！不许诅咒小蛮！放心，他现在没事，可不久的将来必死无疑，只有你才能救他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是来帮你的。小蛮一夜之间变成了女人，你们家还收留了一个奇怪的人，这些我可有说错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弟弟瞒着你加入了一场游戏，而这个游戏会让他活不过15岁。现在只要你也加入这个游戏，在曹小蛮之前完成这个攻略，那他自然就安全了，并且能恢复男人身。不过这有些危险，你愿意吗？只要能救小蛮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
这个是收集器，你弟弟也有。你的第一个攻略对象会出现在麦城咖啡屋，明日早去。什么是攻略对象？是能让你的收集器上的小宝石发出光芒的人。只要它发光，那么你需要攻略的对象就在你的附近了。放心，你的收集器已经被我升级改造了，你会比曹小蛮更顺利。哎，真的发光了，那你是我。加油吧，刘小贝。越早完成，你弟弟获救的希望就越大。做了一个好奇怪的梦啊。这是。难道我真的是曹操转世？啊，尼玛！我只想低调的当个坑蒙拐骗养家糊口的普通励志美少年而已，并不想有雄图霸业呀、啊。喂，哥，在诊所休养起这么早干嘛？小蛮，小蛮、你是不是有个新型的东西？周围一圈小宝石还会发光的。是啊，收集器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原来是真的，小蛮，我能帮你变回男人了。我也参加你那个游戏了。什么？你也变成妹子？没有啦，不过我也有收集器哦，而且我能比你更快完成攻略。攻略个毛啊，刘小贝，赶快把那个鬼东西扔掉，这是骗人的传销，听到没有？小蛮，你别怕，哥哥一定会救你的，你就等着我成功吧。喂，喂，哥，喂！我，曹小蛮，14岁，花儿一样的明媚少年，操蛋的命运却给了我连环暴击。世界，手动再见。欢迎光临，小姐，您几位啊？一位。这边请。你才小姐，你家一户口本都小姐。太野蛮，连自己男朋友都吸引不了，找我可没用哦。靠，你说谁野蛮呢，绿茶婊？当然说你了，子龙姐姐，难道这里还有比你更爷们的人吗？贱人，有种再说一遍。你们不要吵了。你闭嘴。你好身材正，这才是妹子该有的设定啊。客人，请不要打扰的。哎呀，《甄嬛传》，这下我看懂了。服务员，给我来盘瓜子。好吧，好痛痛啊！他力气那么大，人家会不会毁容啊？住口！谁是你欧巴？臭不要脸的小三！我去欧巴，你们有韩剧啊，亲？那只眼睛不行啊，看得哥嘎嘎症都要犯了。哼，子龙姐姐，我们才是真爱，你干嘛非要夹在中间，阻挡我们的幸福呢？是你妹啊！找死！起开！这哥们是个受虐狂啊，竟然招两个武力值这么高的妹子。不过腰横戏比之长啊。喂，帅哥，你也补不浅啊。他也是你女朋友？
不，我不认识他。老子再相信你就不姓赵，看我揍死你！两位妹纸，听我解释。老娘收拾小四，小三滚开！哼，要动手也是我，你没那个资格。有你光老子，这哪里是有重要人物出现？这分明是世界四兵大战啊！哇！的锁链，让苦涩与甜定格在。